这个年份跟这个结构化这个都没问题，主要原因是因为他们是文字，所以出来是文字。那这个地方你会发现哦，有一个关键地方就是说哈，它是数字，所以是数字筛选。那如果是数字的话呢，基本上只能够是用比较的，大于或者是小于，大于等于小于等于或者等于啦。它如果是你要把它当文字来看待的话，啊，比如我要开头是什么？哎，没办法。所以呢，怎么办呢？你可能要先做一件事情，先在这个地方哈，依栏的地方按右键插入，把它取消一下，好，先插入一个空白栏，做什么呢？也就是说我要把这一栏哦转换成什么呢？转换成一个文字之后，好，转换文字，然后呢再来查询，基本上就会成功。所以怎么做呢？哈，如果你要把这个其实里面是放数字啦。如果你要把数字转换成文字的话，基本上哦，你可以用一个函数，插入函数里面的话，其实理论上应该在文字里面，哪一个呢？其实哦，最简单的方法应该用 text，顾名思义啦，text 就文字，意思是说帮我什么，将数字转换成文字，OK，你一定要做这个动作，否则无法查 value 给它这个。那 format text，请你打两个双引号，移动到中间哈，因为它里面输码总共会有八个字，所以你就输入八个零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8个，OK 哈，不要少打一个，多打一个，好像都会有问题，按确定。这个时候的话呢，把它向下填满，那你会发现哦，这个出来的是数字筛选，对不对哈？可是你会发现啊，这个地方出来是什么呢？有没有发现？关键最关键的地方哦，如果关键的地方对的话，后面问题就不再出现了。所以有的时候啦哈，其实将来你们可能会遇到最多问题哦，就是类似这种形态你搞不清楚。如果你这个形态不对的话，你怎么做都做不出结果。OK，这个可能要注意一下。那也就是说，你这个做完之后，这一栏就可以删掉了。哎，不过这一栏删掉会有个问题，因为这个公式哈，有没有？公式来自于它。如果你把第一栏删掉会怎么样？它会出现 REF，REF 是参考，找不到那个东西。所以我建议怎样？你可以怎么样？哎，先把这一栏，你先 Ctrl Shift 向下，Ctrl Shift 向下，意思说全选 Ctrl C，Ctrl C 之后呢，我们好像有用过一个功能叫什么？选择性贴上，只有什么？只有值就好。意思说哦，哎，你帮我把里面的值调出来贴上去就好了，贴上。OK，好，贴完之后的话呢，哈，刚刚是不是有全部贴完？再一次 Ctrl Z 一下，好，记得复制完之后的话，贴上，记得按右键哦，选择性贴上，这个只有值贴上。好，那怎么跑到这里来了？试一下啊，这一栏就可以把它删掉。好，那我们来试一下啊。所以，哎，怎么还是数字？Ctrl Z 一下。好，我看一下这个，Ctrl Shift 向下，Ctrl C，好，把它复制一下，然后把它贴过来，对不对？选择性贴上，只有值，好，把这个值贴上。哎，或者干脆贴到自己，把它删掉也可以。无效，它是还是我刚刚这个做的这个范围？我刚刚是不是向下拉，没有拉到最下面？好，反正就是先把它转换成功之后哦，然后你就可以怎么样，把这个资料哦再复制贴到这边来。还是一样哈，那贴过来之后的话哈，基本上呢就可以做正确的筛选哈。我想试一下，这有点怪怪的，画面先还给各位哈。记得要把筛选关掉，因为如果你没关掉的话，你会发现就这样子。OK，一定要什么？一定要先筛选取消之后了哈，才有办法全部做完。所以这个等于是它变有没有？有些是有，有些是没有的，所以这个很麻烦哈。把这个，干脆重来啊！这个这些哈，把这一个栏哈，然后这边的话呢，就是啊，等于啊，你就插入函数，刚刚讲过那个 test，
最近使用过的。那 test 的话呢，大概率就是找这个，后面记得哈，就是八个零，按个确定，然后你可以把向下填满。OK， 啊，填满完之后哈，你就可以把这些资料怎么样，再复制，记得选择性贴上就值，但是不要在那个刚刚那种状态，我刚刚是因为在筛选的状态下，那就会贴失败，啊，再把它怎么样，这一栏给删掉就可以了。啊，你再做一次哦，最后如果说我要筛选的话，那我就可以怎么样，针对年份数字筛选大于等于那个2010哦，大于等于2010。第一个，第二个的话呢，就是它的结束于，结束的话呢就6668 OK 啊，第三个条件就是书目的话，这个时候就文字筛选。那当然有两个条件，所以记得啊，这个地方一定要是什么？开始哈，在开始于23，而且开始于这边一定要开始于24，这样的话就做完了。OK， 那做完之后的话特别注意哦，如果你要把这个范围，你会发现就只有找到这些。那如果你要把这些像上个礼拜那个设定格式化条件的话怎么做？很简单，你就游标放在这个 A2 的位置啊，其实不过它是显示一个 A27， 你就 Ctrl Shift 向右向下做什么呢？把它的底色，它好像要一个颜色啊，如果我们就不要用那么复杂，我们用黄色啊，黄色的底色，哎，这样就黄色底色。那黄色底色之后啊，最后请你再把那个什么呢？筛选的这个部分哦，刚刚有三个条件对，你把筛选再恢复，恢复之后你会发现呢，那这个地方哈，它就会针对我刚刚有没有有选到的，会帮我加上底色。那实际上哈，刚刚做的这个动作哦，其实就等同是用设定格式化条件做出来的结果啊，也是一模一样。不过好处就是说哈，不用像上个礼拜要输入那么一长串的公式，才有办法把结果给带出来。OK 哈。那这个部分请各位练习看看，OK， 那画面呢再还给各位。